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立花莲高商以校外践行美伦山的方式来庆祝。今年68周年校庆圆游会，由花商日间部、进修部合力办理，集合26个摊位、游戏区等，在13日上午，由花商圆舞社和花商一队的表演揭开序幕。许多花商校友都返校出席，为母校庆生，也吸引不少民众共襄盛举。花莲高商的校庆圆游会呢，跟一般的圆游会很不一样。那学生在筹办这个圆游会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要写一个计划书，然后以及他们的行销计划跟相关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希望呢，学生在办理这个圆游会的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圆游会，还可以从里面跟他们所学的一些商业知识可以做一些结合。那这个圆游会呢，还结合了这个为我们花莲高商教育基金会募款的一个目的。那花莲高商的教育基金会成立已经有20多年，那从一开始的300多万到目前已经成长到600多万。那透过这个校庆的爱心锣跟圆游会盈余的一个捐赠，那每一年这个教育基金会的规模都在成长之中，那也提供给我们花莲高商经济或者是有需要的一个学子可以做一个稳定就学 的支柱。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就是除了圆游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学生而言非常好的一个意义。现场也颁发鼓励竞赛获奖同学以及资深教职员工感谢状，随后由花商校长王世如敲响一声捐款1000爱心锣，为圆游会募款，捐助花商教育基金会，寄助学校清寒学子。而圆游会盈余所得部分也将捐给宅辅中心与毕士大教养院，持续将爱心回馈给社会。记者张邦彦华联社报道。